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Y，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客人讲堂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的英雄呢，就是传统抗压团队上单，这个大树茂凯，扭曲赎金茂凯啊、俗称这个大树啊，那么是一位传统的这种肉盾的抗压的上单英雄。被动的这个技能呢，可以让他抗压能力极强，小技能呢，对于这个对方后排的输出干扰啊，也是非常强的。大招呢，可以让团队呢整体在打团的时候啊变得更加肉，所以呢在团队上面啊，大树是非常具有优势的。在之前的这个总决赛上面，大树的抗压能力和打团能力啊，让其搭配这个需要发育的抗压阵容啊，是非常不错的这种选择。当然呢，大树的本身也是有一些小小缺点啊，推前能力一般，前期呢没有装备和这个浩兰支持呢，会显得这个比较缺蓝，同时呢恢复能力呢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触发，所以呢面对无脑的这种推线或者说持续输出型的英雄呢，会有一些力不从心，甚至说呢有这个以这个抗压出名的他呢，会在前期啊被别人单杀。今天呢我们选取这个三位对抗大树有一定优势英雄，教大家如何来克制啊这位大树。好，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天克大树的一个英雄就是兰博了。那么所谓这个五行上面啊，这个火克木啊，这个兰博为什么克制这个大树自然不用解释了啊，当然也是开玩笑。兰博呢是一位无消耗英雄啊，非常这个常规的这种玩法。他自身特点呢可以有这个先天性推线的优势。无法控线呢，在面对其他的英雄的时候，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。但他面对大树啊，却反而成为一个先天的优势。大树呢，想要推线，就要意味着啊，使用技能。那么开头我们说过，大树呢，在前期没有装备的支持下，耗蓝呢是一个很大问题。而兰博呢，只要做到无脑推线，就可以轻松的压制大树发育。这个几乎是没有比兰博更无脑的方式了。并且呢，兰博并不惧怕这个大树的输出模式啊，大树没有爆发，然后呢，并且呢，在面对兰博的时候啊，这个会越发凸显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兰博的出装啊，三穿流，这个在面对这种坦克型英雄的时候，其实效果非常不错。兰博的核心打法呢，是可以利用 W 技能来抵挡大树的这个伤害，并利用大树无位移的这个技能特点，从而呢可以打出 Q 技能的全额伤害。并且呢适时呢还能补充E技能来增加 Q 技能命中率和提升伤害。出装推荐啊，我们简单说一下。出门装呢通常可以使用多兰盾加血瓶，可以这个较长的时间赖线，并且呢可以适当的采用以这个换蓝为打法。那么老兰博呢这个自信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法伤书加上血瓶出门，这个更考验个人的操作，并且呢可以加快合成后期的合成这个核心装备。中期呢核心装备呢一般可以选择三穿流啊，就是面具加反穿鞋加反穿棒的套路。不过呢我们因局势改变，大树呢作为 AP 伤害的英雄啊，深渊呢作为一个反制或者提升伤害的这个手段非常好用，特别是当对手这个中单英雄也是 AP 的时候啊，不要犹豫选择深渊。神装呢通常以这个大面具、冰杖、法穿杖、沙漏、法穿鞋和深渊的套路啊，这样呢就可以非常清晰的为对面造成伤害了。那么符文方面呢，兰博的符文选择呢就是对 AP 通用即可啊，红色这边呢是固定法穿9个，黄色这边呢成长生命9个，蓝色这边呢成长魔抗9个啊，固定的法强3个。天赋推荐呢，兰博这边呢还是选择偏向攻击型的18-20点出明火之处，那么当然也有12-18这个雷霆领主以及风暴骑手两种点法，三者呢基本上差别会有，但是差异也不大。雷霆呢在中前期有着不错的伤害收益，但对于兰博来说呢中后期伤害可能极强，并且呢持续输出的这个特点呢搭配上这个明火呢反而更加强悍了，所以呢我们暂时推荐点明火之处。风暴骑手这天赋呢更多的是适用一种可进可退的打法，在面对那些有位移然后并且说拥有减速类的这种效果的时候，我会有不错的表现。推荐呢对兰博有足够认识的人使用。那么凶猛系的点出巫术啊，这个盛宴先前资质双刃剑法穿，
鬼栅呢点出这个蛮荒、饼干，还有无情以及危险游戏、静谧等啊，这些都是，必须要点的。那至于说明火之处还是说风暴骑手啊，就看大家各自需要了。技能加点方面，我们主 Q 应该没有争议。比较简单了，我们就插眼啊，然后推线，干扰补刀啊，慢慢压制，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情况。如果对手选择硬刚，那我们就要简单的说一下了。大树呢通常会 W 进行起手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就是他在 W 释放过程中是无法被命中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浪费自己 E 技能。如果可以使用 W 技能来阻挡这个老树这个 W 技能和 Q 技能伤害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之后呢我们就用 Q 技能来无限烧他。如果敌人血量不高啊，可以完全利用 QE 技能快速叠满的效果，并且呢这个触发过热状态，依靠这个带法伤的那个平 A 打出非常好的这个最大化的输出。我们这里要注意一点啊，就是过热之后普通伤害加这个额外的 AP 伤害，伤害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第二位克制大树的英雄，那这位就是这个凯撒啊，就是铁人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战大树的胜率是 57.16% 啊。铁男呢他在这个核心玩法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啊，基本都是刷兵啊，然后支援队友。不过在打法上呢，过去这个主 E 现在变成主 Q 输出了，并且呢配合风暴骑手天赋啊，中后期配合冰杖的这个装备，可以尽情打出这个 Q 技能满额伤害。铁男在面对大树的时候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靠伤害压制。W 技能呢，不仅可以在被大树近身之后打出伤害，还能治疗自己。E 技能呢，有着不错的中距离消耗能力。这两个技能呢，都有非常不错的清兵能力。最后大招呢，是一个针对最大生命值百分比的这个伤害。那么面对坦克型英雄呢非常好用。出装选择上面我们会选择多兰顿加血瓶啊，这种烂线打法。多兰顿的恢复能力配合金属的这个技能的机制，非常可以好的进行换血。中期呢核心装备是以冰杖和大面具为主，冰杖的这个贴人能力可以让金属呢打出非常非常满额的 Q 技能爆炸伤害，作为核心装备呢 绝不为过啊。大面具的法穿啊，以及这个配合冰杖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，作为第二件核心装出，不过呢，由于大树是这个 AP 伤害为主，那么对手的中单也是 AP 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选择出深渊。那么神装呢比较自由，几件装备呢都可以比较适用。那么推荐的是这个冰杖、面具啊、火箭腰带、深渊、法师鞋以及沙漏，攻守兼备啊，还有这个三速鞋、传送门。啊，这个法穿棒、板甲等装备可以使用，在中后期看敌人的这个，看敌人的这个情况吧。符文方面呢，是 AP 对 AP 的符文上面可以改进一些，红色这边固定的这个攻速九个，黄色这边成长生命值九个，蓝色这边固定魔抗，加四个法强，然后固定法强三个。这道符文呢是在国服熟练度前三的一位玩家使用的，他对金属的理解比较深，所以呢我们也就把他的符文照抄下来了。感觉使用之后非常好啊。然后天赋方面，十二十八零或者说零十八十二多种选择，首推呢零十八十二，
风暴骑手这种点法。风暴骑手呢带来减速抗性和移速加成呢，可以让金属进退自如。那么对于依赖三次 Q 输出的金属来讲啊，有更多机会打出 Q 技能啊，是非常不错的。并且呢在输出完之后啊，对于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位移的金属来讲，有极大的这个逃生率啊，非常切合天赋。另外就是呢要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注重骚扰的这种雷霆流了。有不少人会选择雷霆来打出前期优势。加减方面呢，主 Q 负 E 或者负 W 都可以，这个看个人，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啊。然后差别并不是特别大，大招的话呢有大点在，招二师的话，我们目前来讲是疾跑加闪现是最切合金属的，所以我们就带疾跑吧。接下来呢就是实战操作，开局的思路呢以清兵啊、发育到三级为主，所以一级呢可以学一技能强二推线，到二级之后呢看兵线和敌人情况选择啊学习 Q 还是 W 技能。如果敌人属于激进的敌人啊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学习 Q 技能来找机会跟敌人硬刚，配合风暴骑手天赋，我们在中前期呢还是容易打出 Q 技能的这个三次攻击的。唯一要躲避的就是大树的这个 Q 技能减速啊。如果敌人比较怂啊，只发育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方式，就是清线压制，二级学 W 加一技能清线更快，让大树呢基本上只能在塔下刷兵，容易漏兵。在中前期呢推线的办法呢，基本上我们依靠这种办法可以尽快的拿掉对面上塔。医学塔经济现在还是非常可观的，通过逐渐的这个积累经济，在中前期呢可以打出非常大的优势，并且在装备上可以碾压全局。金属核心打法呢就是说刷兵清野，就是这么轻松啊。并且呢装备上面优势呢，我们可以也可以出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魔抗装备，比如说魔抗鞋、绿甲啊、传送门这些。那大树呢其实就没有办法打动我们。最后呢我们可以出这个，或者说出这个冰杖、深渊大面具、法穿鞋、法穿棒啊这种组合来打出非常高的伤害，这个连滚键盘就可以。两种玩法，大家看看自己适合哪种。好，最后一位克制大兽英雄就是这个辛基德啊，他的胜率呢52%多，没有金属那么高。那么他呢是一位比较发育型英雄啊，我们俗称炼金嘛。被动技能呢其实是可以让他的生命值天生会高一些，并且呢 Q 技能在清线上面有先天的优势。 W 和 E 技能呢面对大树的时候，面对大树 W 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奇效。打法上面依然还是快速清线、推塔支援，这样呢可以基本上完全可以打乱大树的这个发育节奏，并且带动全队从而打出一定的优势。还是那句话，浪着浪着就赢了。出门装啊，我们出这个腐败药水，然后呢这个就是切合自身啊，可以消耗。中期呢，核心装备选择正义荣耀啊、传送门。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出冰杖啊。然后正义荣耀呢，不仅能够提升生命值啊，还提供了非常不错的法力值，那就变相了又加了一次生命值。那么，并且呢，这个血蓝这个恢复的机制呢，让它耐线能力大大提升。正义荣耀呢还有一个不错的效果，就是一次加成啊。对于断冰流的这个风骚炼金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好的装备。第二个核心装呢就是这个就是传送门，这个道具现在非常火，然后这个装备呢其实提升了非常好的生命恢复和双抗，再配合这个正义荣耀呢，可谓说防御和回复性的技能都出了，并且呢被动加速效果让其这个在断兵逃跑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优势。另外呢顺风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个杀人戒指挂在身上，治疗效果提升，对于炼金来讲都是有不错的被动加成的。神装呢基本可以出这个正义荣耀、传送门、冰杖、春哥甲，然后魔抗鞋啊，最后一件呢我们可以选择优势很大，可以升，其真的是可以出杀人书。天赋上面呢我们给大家天赋分上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说听说符文上面呢我们可以选择红色这边法穿9个，黄色这边的成长生命值4个，固定护甲5个啊，然后蓝色这边的魔抗9个，然后移速3个。这里面有争议的就是黄色啊、紫色，黄色这边没有选择纯生命值，因为它断兵需要一定扛兵线能力，护甲呢就体现了。精华呢移速没有选择法强，是因为相比较法强移速更重要。天赋方面呢
争议不大啊，十八零十二点出明火，或者十二零十八点出巨像。现在比较好多人都喜欢点巨像啊，但是我推荐前者。技能加减方面呢，炼金加减是主 Q 负 E 以及 W 有大减大，然后这二升技能是疾跑加闪现或者疾跑加 TP 啊，这个骚都不能再骚了。实战呢，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 Q 技能独特的这个特性来断兵啊，抢二。如果大树呢选择对拼，我们注意要离这个兵线保持一定距离再对拼，否则小兵的仇恨对于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大的。前期小兵的伤害呢不容这个忽视，特别是三个远程兵的伤害不比英雄低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，免得得不偿失。与其他英雄呢抢二压制相比呢，炼金到二没有 W 一两个技能的时候呢，很难对敌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攻击。这时我们就要暂停啊，暂时这个停止推线，选择补兵就可以了。并且呢，在位置上呢可以稍微前压一些，让大树们没有办法补兵。如果执意选择补兵或者贪兵的话 ，Q 加 E 技能的这个配合普攻的这种组合，也可以打出非常可观的伤害。三级之后有了三个小技能，在兵线适合的情况下，越兵线放 W 追击敌人，追上敌人以后呢，利用 E 技能将其这个摔过来，这个并且放置 W 技能位置合理的话，我们可以将它摔到这个W 上面触发禁锢效果啊，那这样呢大大的就增加了这个 Q 技能的时间了。以上呢就属于这个对线上面的博弈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啊，就是说基础玩家我们采用一级断兵流的打法，大树呢对于断兵流这个打法呢非常难受甚至恐惧。炼金断兵呢就意味着大树要耗血加耗蓝来漏兵，那么长此以往呢经济就自然拉开了。六级以后炼金可以利用大招然后增加属性优势来封城大树，对方想打的话呢就可以击杀他。好，我们本期呢克制大树的英雄呢给大家介绍完了。不难发现啊，他们都有共同点，就是容易推线善于消耗，前者呢在一定的这个情况来讲会有一定弊端，但是在面对大树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这种还是反而可以打出先天优势的。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啊，不仅在这个对局上面啊，还是说整体大局上面都是有优势的。那么本期呢克制讲堂就到这边结束了，今天有些感冒，可能录出来的这个音效大家不是特别满意，我最近也会尽快的调整好身体为大家做出更好视频啊，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艾特 JY 代视，然后或者说来我的这个熊猫这个直播间六个八啊，房间号六个八来跟我互动啊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